着工作灯穿梭在车子底盘，维修师傅杨家堂仔细检视零件。从16岁入行开始，他与汽车结下不解之缘。我上台北当接触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是老农民的三轮车要转行，有没有？三轮车转机行车行，那时候就开始了。车厂生意最好的时候，客户多到应接不暇，老天爷的考验却突然降临。一场大火让他半生心血付之一炬。前面最惨了、啊，前面最惨，心脏啊，那个办公室有没有？办公室等于是心脏嘛，就全部都。你那时候看了有没有哭出来啊？不会哭了耶，那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哭了。两手空空，从零开始。这对客家夫妻笑说：“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”可是我觉得客家人在适应这种人生的起落是特别适应力特别好，就是比较不怕死啦。如今汽车业寒冬，大环境不景气，夫妇两人就坚持每天带着笑脸上班去。是才爱生意，是才爱生意。细细叮咛，相互扶持，乐观的夫妻档相信困境总会撑得过去。四茶 OEC， 四茶 OEC。